my swag and they call it the big check. All these girls they like my swag and they call it the big check.来参加店里的音乐盛典了，提早一天来做 soundcheck， 所以刚刚就是彩排。刚好我们录完第一阶段的哥哥嘛，披荆斩棘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准备义工的漂移嘛。所以现在无时无刻，其实那个旋律都在我的脑海里，然后想要去动作。最近睡觉都是一闭上眼就是我用第一人称，对吧？吃。60，不错。好，可以走。
歌了吧？没有路呢，没有路，漂移呢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就是比较懒得出去，然后这两天真的天气太热。有一天我们同事说走，我们出去逛逛，然后逛了半天，在这边就是待在酒店房间啊休息啊，因为前阵子刚好在喝多的酒嘛，是比较累一点，辛苦一点，然后出来就马上来这边，算是有小小的休息了一下。哦，这几天我还是一直有在练啊，我去健身房练，然后同事都一直逼我在不同的景点就是要打卡片。所以总结来说，这次奥运行程算成功，马上来喝茶。